林老师，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样姓名笔画的人很会赚钱。嗯，他根本不必靠别人。是的，会赚钱的人呢，都是头脑比较灵活的人，然后满脑子想法的人。我们看看有哪一些人比较会赚钱哈。这个看人格，人格呢的数字也是代表我们的赚钱的宫位哈。所以人格有九画、十画、十六、十八、十九、二一。二三二四二七二八三一三四，有这些笔画的人呢，满脑子都是闲不住哦，整天就想东想西的。一个会有很多想法的人，才会有赚钱的动力。一个人没有欲望的时候，没有赚钱的动力。嗯，比如说看人家看建存买民宿，哎，我也要买民宿哦。赌林买了好车，我也要买好车。哎，他买了好包，我也要买好包。他移民加拿大，我也想移民加拿大。就是一个人要对他的未来、对梦想有欲望的人，他就会比较有赚钱的动力。嗯，所以这些人，嗯，啊，对啊，我说真的，我都没有欲望。年轻的时候你也有，我是有十六，年轻时候有，可是我不是不用靠别人，我可能没别人靠。嗯，十六画的人，他的动力是在他每天都闲不住。今天又想学这个，明天又想考那个证照，后天又想什么，就他的想法很多。是，那每一个笔画，因为我们就不细讲了哈，每一个笔画他的动力不一样，但最起码有这些笔画的人，他是比较有动力的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动力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赚钱的能力。是，就是说他有动力的时候，有梦想、有追求的时候，有欲望的时候，他就会比别人赚钱的机会点多。那当他呢，比如说每一个人人生一定会有起伏，当他人生走到低潮点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度过的。那这些人呢，有这些笔患，其实都不太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。你如果一旦安逸之后，你有朝九晚五的特质之后，你一辈子要赚大钱就难了。但这些人呢，他就是不喜欢被管，也不喜欢朝九晚五，满脑子的想法，所以他就比较会去闯天下。当他比较闯天下的时候，他当然我们相不单论，还要再看他其他的格局。如果他的地格贵人又多，总格又比较有命的人呢，他自然呢就会赚到很多的钱。但是这些人呢，他比如说你现在正面临低潮期，也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人的运势再怎么低，三五年总是会过。过了之后，当你走到赚钱运的时候，他还是又会再起来。所以当有梦想的人呢，他根本不用害怕说你现在是没有赚钱的，只要你运气来的时候，你赚钱的机会还是比别人多，一辈子都不太需要靠别人。有一些人呢，他稍微受一点挫折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去度过。像应瑶你就有十六画，十六画虽然你刚刚在那边讲这些这么的辛苦，但是你还是挺得过去的人。当你面对到困难的时候，因为你还有一个总格三十一画在，你这个三十一画呢，还能够，三十一画的人是业务高手，你哪怕你没有钱赚了，你还是会想尽办法我再去赚钱。而且十六画的人比较能屈能伸，当你没有钱赚的时候，你比如说我一天要做两份工，你还是可以去委屈，还是可以去拜托人家，所以你呢还是可以赚到到钱。有这些笔画人都比较能屈能伸了，有能屈能伸的时候，他比较能够度过这个我们的低潮期，他自然就会赚到他该有的钱。这些都是越老越好的命格。谢谢老师，我会努力。好的，来，接下来呢，由傅老师来帮大家进行一个测字占卜哦，大家占一下未来一个月呢，我在哪一方面可以有意外的收获哦？好，要意外的收获，我今天这字面四个字都不太好啊。残忍细强，但是三好一坏，三好一坏，先讲一下。三好一坏，有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来测看看。那请现场贵宾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一起来测，在未来一个月你在哪方面可以有意外的收获？那请了哦。好的，苏律师来玩一下。第一个残。好。残哦，你很敢哦。哎呦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苏律师没在怕的。哦，来，应瑶，我要忍。忍好。好，老师，残是钱的一半呢。好了，那我抢好了。好。抢哦，这个抢啊。最起码两个人一起。我本来想选残，但黄老师有暗示，我选强。好奇怪，我没听清楚，还是你还是第一个字，还是第一个字哦，钱的一半哎，强了，老师要改成强嘛，对不对？强，我们两个一起强。老师，我细细，哟，小儿子逗你，不怕你？对呀，哎呦，嗯，残，好，都选好了，哎呦，残也不好，老舅舅老穷残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你最重要，你来选啊！你看你要选哪一个字，我们现在就来开讲了。我们从
后往前开讲。最后面这一个呢，是我们两位老师选的。还有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是选这个字的话，答案是，我刚刚讲三好一坏哈，这个是情人吝啬，同床异梦。这个是吝啬的啬啊，这个是床啊，所以很抱歉，只有这个坏。是30分哦哦，表示其他都好的。我还好没亲的，还有机会吧。好，下面是戏，戏其实没有啦，这你儿女很热闹嘛，很好啊，这反而是不错的啦。儿女很热闹，对啊，儿女在你们，我以为儿女大乱斗哎。这个人哦，可不可以有点正面的想法呀？所以家中热闹啊，儿女开心啊，有啦有啦，这是家庭方面有意外收获，80分，好的好的，不错不错，蛮适合我们家。好，好，下面人是应瑶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字的话，答案是工作认真，用心经营，那你当然会越做越好啦，越来越成功，所以工作方面90分。好，最后呢，这个有一半钱的是赌林跟一半钱，对啊，这边是钱呢，哎呦。歹钱呢？拍级，还是钱本来就要歹的。拜都拍级嘛是级，你觉得？还有苏律师也是选这个嘛哈？对。好，我们观众朋友，如果是这个字的话，答案是理财疏裕，钱上滚钱，所以是钱财方面100分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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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的，来，谢谢老师。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苏律师提供的一些资讯哈，同时也要给应瑶加加油。我爸爸在家里最喜欢看这个部分，真的，猜字，他就是看自己几分这样。你辛苦了，好喜欢看哦。只能给你加油，加油啦！会，我会用心经营，我要赚钱。谢谢两位，好，也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下次同一间请准时收看《命运好玩》，拜拜。